大嫂，但今麦也会付的，你赶紧把你的感情收倒转来，我会当当作啥物拢唔知影，只要你愿意倒去哥的身躯边。你是在笑啥？我讲的是认真的。我笑啥？这你太过认真了。你刚才这样表情有多严肃啊？啊？而且你敢有想过？是安怎？你对这件代志这样着急，这样生气啊？我想起当然是你伤害哥。不是，你的生气是因为你吃醋。吃醋？吃谁的醋啊？吃你二哥的醋。因为你也同款去喜欢到你二哥啊。你又别讲，我哪有可能去喜欢二哥？我刚又别讲。看清楚，眼神是袂骗人的。你伫泰国实习完以后，你伫对我好感。你危险的时阵，三番两次拢是伊在救你。你跋在溪底，伊嘛是要顾家己的性命，对你跳落去。你感觉手抓讲，你精神了，看到伊的头一摆。对你都没动心吗？我无，我知二哥对我足好诶，啊，不过我无可能去介意二哥。你莫后壁编故事啊！是我咧编故事，啊是你唔敢承认，你嘛去介意着恁二哥诶事实啊？其实我都看出出啦，你就是因为也去介意到林二哥，所以我们才找借口讲要走动我，管你对过来嘛？不是安尼，你要把代志牵到到我家来。文姐，你还做无老实的哦？啊嘛对啦。那我这我是你，我哪唔敢承认，因为毕竟去爱着甲家己有血缘关系二哥，迄足严重的代志呢，因为迄叫做断伦。我无乱伦，你莫后壁讲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凊彩你啦，看你是要安那欺骗你家己拢悠哉你啦。哎呀，不过我是希望你。想好清楚哦，这去介意着家己有血缘关系阿兄，乱伦这罪名较歹听，也是我这阿嫂去介意着家己的小姐啊，名声较臭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。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健歌就在这里。